相传仙界榜首广陵君天赋异禀，武功高强，但他贪心不足，为了提升自己的境界，还四处抽取他人寿元，危害地方。为了给大伙消消气，以猪脚代替广陵肥肘，此菜名为酱腌广陵肘。不仅如此，广陵还四处夺人妻女，辱人名节，此等奸淫小人不配留有后人，此菜名曰广陵断子绝孙何家欢。这个好。更有传闻，广陵曾习邪术，可灵魂出窍占据他人身体，做出无数伤天害理之事，因此命名为无处遁形。哇，下我还有广陵鞭酒，我的是红烧广陵头，广陵羔羊火腿，水煮广陵肉片，这些都是我们为贺石公子夺榜特意烹制，请石公子尽情享用。奉上这些菜肴，不仅是为了庆贺，也是大家对石公子的提醒，望石公子引以为戒，切莫与那广陵走上同一条歧路啊。按现在的情况，我有十成把握我身体里那家伙就是广陵君，可我现在这种情况，想要回去的话，绝不能直接去找公孙母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干脆先留在仙界，利用这里的寿元让自己彻底变回七岁的模样，再想办法回去。他为何不吃啊？该不会是因为这些名字让他有所不适吧？你这说法好像石公子跟那广陵很熟似的。哎，别说，他们长得还真有点像。哎，玉儿，啊，我要收集多少寿元才能像公孙木一样变成小孩子？石公子真爱开玩笑，小小年纪野心不小，太好高骛远了。有何不可？只要存到大量寿元，再加上石江的卓绝天资，我太岳门一样能出个堪称先主之才，振兴太岳门指日可待。哇，这个肉实在是太好吃了！不许碰，那是给石江留的。传说中的那样没落吗？哼，在这里赚寿元肯定没有问题。小江啊，后面便是太岳门的地界了。太岳门乃仙界四大宗门之一，即使被外界百般诋毁，太岳的威严也丝毫不减当年，所以以后你需谨言慎行，严格遵守门规戒律，切莫失了太岳门的颜面。是。转寿元这个主线任务就要从这里开始了。玲娜，我不会让你等太久的，一定不会。新鲜的蔬菜来，给你。好，新鲜的肉了。
是我搞错了？外面看起来还像是那么回事，怎么这里面跟个农贸市场一样？小江，这里就是太原门，他们都是你的师兄师姐们。先跟老夫去大殿见过长老，再跟大伙打招呼。这是我们宗门的吉祥宝宝可可。一个修仙门派的吉祥物不应该是神兽吗？为什么是猪？宗门戒律，不得欺辱师长，败坏门风，不得偷奸耍滑，心口不一，不得争强好胜，招惹是非，不得邪欲好色，淫人欺女，不得铺张浪费，大肆挥霍，不得自私自利，损人利己，不得滋事寻衅，祸及宗门，不得遁天忘形，扰乱秩序，不得藐视权贵，冒犯望族，不得自以为是，气满至骄。这是庄严的大殿，严肃点，把戒律记好。呵呵，庄严，为什么会有鸡？哼，尚未入宗便已触犯多条戒律，此等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儿，老夫绝不会收他为徒。我嘛，月儿，我好歹也是仙考榜首，他们这态度也太差了吧！你擅自将夺魁之宝赠送他人，还冲撞了祖家，他们都怕被你连累呗。罢了，老夫早料到会如此。那尚在闭关的慕容长老也不必去打扰了。至于小江，从今日起，他便是老夫的关门弟子。好歹是掌门的徒弟，总比那些长老靠谱些。师父，说好的掌门徒弟为什么要在这儿扫地啊？小江啊，无论想成就何番大业，也得先从基础做起。可是为什么您身为掌门也要扫地啊？成大事就必须能屈能伸嘞。哎，对了，说好的入宗门每个月会发寿元，您不会赖账吧？会的嘞，会的嘞，只是偶尔晚个5、6、7、8个月而已吧。啊！菜人们也太穷了吧，寿元这么少，怎么进行得了啊？说得好，振兴太岳门势在必行。师娘，我们联手赚回大量寿元，必能光耀宗门。小师妹，你又来了，天天喊着要寿元。女孩子别这么贪财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。再说振兴宗门是男人的事儿，哪儿轮得到女人出手？哦，那你们这些男人振兴宗门了吗？是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哎，算了算了，毕竟是仙考榜首，别去这儿了。万一哪天他变卦去了玄慧门，我们可得罪不起。玉儿，那些人的话你别放在心上。师匠，你长胡子了，一瞬间就长了出来。啊，师父，是不是我体内的寿元又在流失了呀？流失得很明显嘞。啊，那你再帮我数点寿元啊。老夫已经没有多余的寿元嘞。莫动，让老夫内观一番。师父，您观到什么了？师尊内观时不许打扰他。不妙嘞，老夫之前就怀疑你体内有东西在吸收你的寿元，果然没错。若是近日你不补充大量寿元，怕是命不久矣呀。不是吧，又来。想赚寿元的话，种田养殖都可以啊。
在这里一只鸡可以换到100锡寿元。100锡是多少啊？1锡寿元相当于人呼吸一次的寿命时间，2400锡寿元相当于1时辰寿元，12时辰寿元相当于1日寿元，至于年寿元嘛，当然就是365日寿元了。让我算算看啊，一只鸡卖100锡寿元，想要赚年寿元就得卖105120只鸡，太夸张了吧喂。所以说还是杀魔族取寿元来得更快，怎样，一起啊。杀怪升级这种套路不适合我，再说真这么容易那些掌门早就去取了，我办事儿向来都是靠这儿。哦，铁头功，你什么时候会这招了？是头脑。跟你说个故事吧。以前我在网游里的时候，有座山里埋着一件稀世之宝，很多人知道后呢就蜂拥而至，想要开采宝物换取金币，以求一夜暴富。网游是什么东西？就是我曾经待过的地方。那金币又是什么？相当于你们这儿的寿元吧。当所有人都带着工具奔向山中。仙界有这么赚寿元的事儿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不要打断我好不好？有一个穷小子却不慌不忙地坐着看客，经过很长时间的挖掘，就在山快要被挖空的时候，那件稀世之宝终于被人挖到了。但出人意料的是，最后竟然是那个穷小子买下了宝物。他不但得到了宝物，还剩下了远超宝物价值的金币。那现在问题来了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他肯定每天都拦路抢劫那些挖宝的人。不要那么暴力好不好？那是因为他发现所有人都想要的是宝物，最缺的都是不断消耗的挖宝工具，但在挖宝过程中99.99%的时候挖出的却是铁矿石。于是他用超低价格收购了这些人挖出的所有铁矿，然后批量做出挖宝工具卖给源源不绝的挖宝队伍，最后他赚到了源源不绝的金币。那些金币多到能买下7-8个那样的宝物嘞。石奖法则第10条，一个活动中的最终奖品未必是价值最大的，真正的财富隐藏在参与者的供需之间。什么嘛，哪有那么容易，编个故事你唬我是3岁小孩啊？谁会那么无聊编故事给你听啊？那个穷小子就是我石奖。你很聪明是吧？你很有钱是吧？那你先把掌门的寿元还了呀。姐姐，我说的那是曾经。小师妹，石江到底欠掌门多少寿元啊？不知道，反正这人现在连1日寿元都拿不出来。相信我，曾经的我可以，现在的我一定更可以。玉儿美女，只要现在告诉我，在市场上什么东西是咱们太岳门有，其他地方没有的。只有太岳门有的东西。自仙魔大战后，我太岳已经没有什么独有的宝物法器了，能换寿元的也就只有这些粮食和一些牲畜。仔细想想，一定有的。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帮忙啊！师尊从市场搬药回来了。大师兄，发生啥事了？新药。大师兄，就是我仙烤吃的那种仙丹。你那是炼制好的成品，咱们太岳门拥有的是材料，各种丹药的材料。只有咱们太岳门有仙药。仙药，我想这就是我们的突破点了。